所以大家都看到了，我要你们把今天看到的去告诉别人，让别人相信。你们如果以后度的人多，我就来；你们人少，对不对啊？大家看见了吧？台长是经常救这种孩子的，脑子不好的什么我都救，医生看不好的，台长都救。台长你好，我想，我的女儿是一二年，女儿是一二年属龙的，她那个出生七八个月的时候确诊的是那个肌脊髓肌肉萎缩症。嗯，我想请您帮她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，然后我们念多少小房子，嗯，还是放。几几年属什么？一二年属龙的。啊。那是前世的问题了。前世的问题。嗯，他前世是一个，这个，在专门就是搞人家整治人家的一个人。是他自己的吗？他自己的前世、他自己整治人家，那整人家的。就是他这次就是因果，您的意思说是前世的原因。前世的因果，所以他一辈子都会很痛苦。如果不学佛的话，不给他念经的话，那我作为家长我怎么能帮他？而且他的骨头和血液里面都有问题，所以他应该是站不起来。对，现在是这样，是站不起来。嗯，不是现在，如果他不学佛的话他一直站不起来。因为他这么小，他现在很小，我不知道怎么教他学佛，但是我能帮他念。就是我你呀、就是不是你教他学佛，就是你念呀、就我念。那你帮他念嘛就好了。那我要念怎么念？念多少？你像这种孩子，九百张小房子慢慢念。九百张，而且要给他放12000条鱼。一万两千条鱼。好的好的，那我就从现在开始念小房子。宵夜。宵夜。好吗？然后呢，每天给他喝大杯水。大杯水。啊，还有这个小孩子，你还要给他泡脚。泡脚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好吗？还有。你要让这个小孩子要特别当心的，你看他现在这个病实际上对他的心脏都有影响，他这么小的心脏里面都有问题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觉得你应该每一天给他念心经49遍。49遍、这个是小房子之外的是吗？对。那我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，他如果能够熬过，他现在几岁啊？3岁半，快4岁了。他如果能够熬过8岁，8岁，台长就可以完全把他治好70%到80%。谢谢台长，那我就给他、尽量给他念。但是他如果熬不过8岁的话，就比较麻烦，这要看你的，不是看我。嗯，你拼命的救他，他就好；你不拼命的救他，他就不行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、我作为家长的话，就是因为我给他念的时候，我是给他写名字，到门口去问。他们都会教你的，净正他的名字的要经者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台长。而且他非但除了他前世的问题，他今世的现报就是跟你有关系，跟我有关系。啊，不要讲的，你两个问题，嗯，一个自己有掉过孩子，对，好啦，嗯，剩下这个小鬼在他身上，我那个孩子是，不是我有意打掉的，是我不当心掉掉，是不是没了啦？没有了，是不是死了啦？嗯，死了吗？是不是鬼了啦？鬼了吗？现在可以报复你的，你没母亲没把他好好的 keep， 就是把他保护住，就是你的责任。那我之前给那个孩子念了小房子了，现在没走。多少张啊？21张，太少了是吗？你这不打发叫花子吗？我之前听他们说21张怎么够啊？要多少张才够？我再继续念。要把他念了，从他身上走掉。就是我怎么还是我能看出来是我要多少个数量？就是不多，49。49张，我再念49张。嗯，你看这小家小丫头，你看现在坐在前面，那么我讲话她到现在不闹了。嗯，气场啊，开玩笑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？您觉得我应该注意的？还有问题？你对父母亲，我不知道是对婆婆还是公公，也不知道你跟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。嗯，你处理的非常不好。对，是，确实是，嗯，结冤了，明白了吗？好，谢谢您哈，我知道了。
知道好好改啦、嗯、每天念礼佛。嗯，礼佛至少要念三遍到五遍。三遍到五遍，好的，明白了吗？谢谢。嗯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多念礼佛那就会好很多、嗯、这个孩子呢尽量让他养，超过八岁就基本上没大问题，但是这几年要不停地给他念，而且你不能停，你不能千万的千万不要再去找什么巫婆了，因为我刚刚看他身上有这种巫婆的这种灵性。我们是能试的都试，谁要能看见了啦，找巫婆。谢谢你。现在明白了不啦？好，谢谢您，我知道了。你要早点找到台长了，不要再去乱找了。嗯，明白，谢谢。死人的很多人，你找了他之后，接下来他就你不理他了，他就去跟你下杠头啊。你们知道什么叫下杠头了？你们两个连体婴儿啊。好啦，好，谢谢台长。嗯，没问题的，台长刚刚跟他加持过一下了，他回去会好很多的。你看到现在老实不啦？